一下啊，说这个子女在外，我们老人该如何安排生活？哎，这个问题咱们两个家庭都有发言权哈。咱们先从刘爷爷一家问问吧。今年73岁了，我们早一般早上呢，自己家的搞搞卫生啊，拔拔草，我几个家庭蛮多了。下午一般大多数是打麻将。我们家里麻将机的四个老头子。 不收费的，小麻将搓搓，然后我们一般搞搞家里搞搞玩具，很棒啊！我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杭州普通男人的一点生活愿望，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说我问过一个行人，我说你什么愿望？我们没什么事情的啊，我就这么开个小店啊，老婆管管的，我是不管的啊，我就门口摆一张桌子啊，香烟抽抽，老酒喝喝，妈小姑娘超短裙看看的，好了啊。太像。 只做到了最后一点啊。